全军出击！一段E能挡吗？用小炮的 W。能，拉的时候不能，等它飞的时候好像是可以的啊。等它飞的时候可以。如果生活还，那你已经吃我一个肥皂，磕一下，平 A 不灭，这波俺们血赚，磕一下平 A。吃我一个肥皂，抠你一下！记住啊，这小炮耗血就这么耗，看着没？上来我们其实已经耗血，就已经血赚了都。然后他打不了我们，我们就E他一会儿。每一步都是更接近目标的一步。像这种兵就用抠来补，然后撇肥皂撇他。这波肥皂不吃了，直接E上墙平 A。平 A 抠一下，平 A 接点烟，跑了，直接拖着他，不让他回家，在这瞅着他。这波直接闪现一枪，一个肥皂。他上波肯定怕我闪现一他，不能回家了，他就。我们其实可以回家，这波回了吧，虽然我还有一瓶药啊，回家了。教学了，拉扯啊，拉扯！我说实话，这小炮啊，挺克制青钢影的。咱先来个皮孩啊！是时候给你来几把教学了。他指定要 W， 我看着没？呀，没躲掉啊，但我们意识是可以的啊。好，定上墙平 A， 撇肥皂 ，A 接 Q， 他这个 E 用的，我们连 W 都不用开了，你不用晃了，晃来晃去也没啥意义，必死，他没有意义，他意境能吸地老长了。吃我一个棒棒糖，其实刚才不够细节了，那 W 不应该开的，万一突然之间从草丛里窜出来个螳螂，把我们家蛤蟆杀了，这边就崩了。这 W 的技能应该留着的。如果你在等着我放弃，不过我们比较强，即使那螳螂出来把蛤蟆杀了，我也能双杀，所以无所谓了。这啥意思？我撇肥皂。这啥意思啊？等一下，这个药水啊，等药水没了，让这卡萨丁打我们，撇肥皂，哎，死了，上墙 A 接 Q， 换路就能有用了吗？你这个卡萨丁，你会发现你走哪路你也玩不了。下路怎么回事？这把部件还水银还没有用。
An ally has been slain. 看来得走这边。直接上去贴他脸打这波。EWQ 一下起立平 A 平 A 跑得有点快，打废了再推，别吃兵，回家了，回家吃塔皮。上墙，我们死了。哎呀，把 W 刚用过，可恶啊！可恶的螳螂啊，真敢跳啊！可恶的老螳螂，不要让我的锤子陷入疯狂。撇肥皂扣一下，怎么的？螳螂还搁这儿呢？这个肥皂撇卡萨丁，下边杀的，呀，这肥皂没撇上啊，上墙，螳螂来了，糟糕，回家了，先来个军团盾，还有我，每一步都是更接近目标的一步。我看这蛤子也不咋地，节奏也带不起来，咱们去打个红吧，或者是去中帮他守一下。把那针眼排了。罢了，我把这假眼排了吧。走，杀卡萨丁去。没有眼儿，直接顶上墙。
好帅。没错，漂亮。对，俺俩把这塔拔了。有没有蓝 buff 啊？真格玛西亚。嗯，没有啊。啊，哎，体力，撇肥皂，你断过网啊？你断网了？不知道。回家日炎，哎呦，我没人吹波 Q 了。如果你在等着我放弃，那你也许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。去一下红 buff。往我这儿走来，得不到干啥呢？你是飞呀？哎呀，这有点疼啊！我这地走了，先吃狗屎。你确定你要跟我打吗？啊？你不确定看来。谁的传送啊？我的 W 能挡那猫？体力，拆了吧，把二塔拔了。多少钱？1800，差100，看看有没有红。无敌了，回家板甲。那青钢影其实挺好，我跟你们说，他跟这卡萨丁换完路，他变成三个人头十级了，要不然他连十级都升不到。哎呦，我这青钢影，是我追。螳螂干什么？我杀螳螂，你跟我走，在我旁边。你要杀队友，那你还真就杀得了。小伙子，还剩一个卡萨丁，
防挡这玩意儿的伤害太高了，没得办法。这不，哎呀，抽一下，平的，闪现一墙。我估计这螳螂得来吧，等一会儿来。你说你直勾勾的往里进，人家还能不知道吗？起立，小猫想回去，那可不行的。哎呀，太阳妹妹，没事儿，那卡萨丁，我来治他。你给我上墙，挡住。来个大冰心儿吧。蓝不够用，找人是很难的。大冰心出完，我们来一个聚酒。你能挡住卡萨丁吗？那不能，那属于闪烁，不是位移，不是冲刺，那是闪烁，它跟闪现一个东西。我先把螳螂给你定上墙，你能不能走一下子？这边 ADC 是不是想过来守塔？可能啊。再创一头吧，最后创一头，不守了，不守没了啊！给我起飞！夫妻双双把家还。螳螂得杀，我把螳螂杀了，老螳螂好，你打得动我，给我上墙，平 A 接 Q， 我，哎呦哇、啊，肥皂没撇出去。卡莎这个斩杀技能确实是有点烦人，百分比掉血。别杀了，快推，那能行吗？快杀，别推。上墙，我给你个肥皂。操盘，对呀、啊，就操盘。什么？你平时你老说我操盘，我也没操盘，对吧？
你怎么就说我抄盘？那我就抄给你看，对吧？是谁让你的鱼丸没了的呢？是你自己，是你自己造下的孽。他家其他人咋没了呢？